远安跟林志坚他今天出庭啊，但是陈明通针对他的抄袭案还说是冤案，你怎么看？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啊，哦，陈明通自己扪心自问，台大的教授们、学界的学者们对这件事情已经看得非常清楚，陈明通你自己的素行都有风声的啦。哦，我们点到这边为止，因为现在国安的重责大任在你身上，你自己好自为之，好不好？我认为吼，让这个事情2024在即，社会都在看，社会都在期待民进党改进、奋发图强。如果我们党一直纠结在林志坚，一直纠结在高虹安，这是敌人最愿意看到的嘛？我们不要再纠结好不好？很奇怪的，就是背后的有一股势力，这些人硬要挺林志坚，那林志坚怎么样都是对，这是社会最看不过去的地方啊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你们爱的这个人啊，就什么都可以，怎么做都可以，敢当歪锅矮赛，这是成何体统啊，不是吗？